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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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停停，我们现在颜色是，让我看看啊，我们的颜色是，哦，我们是小公主哎，既然我是小公主的话，我来盖城堡好了。今天是城堡挑战，那我看看啊，城堡，小公主的城堡，我们就完全归在家里好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就完全完完全全归在家里，因为我们是小公主嘛，对不对？建造城堡中。一想一想，我正在建造我的第一道围墙。今天的第一场的挑战就是盖一个漂亮的城堡。谁叫我们是小公主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啊，那边的钻石资源就不拿了吗？不行，不拿，还是要拿一下下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拿一下下啦，还是要拿一下下。那我们先去，至少要有钻石资源，绿宝石就算了，绿宝石没什么差别。我已经有人的床爆开嘞，先来换个羊毛好了，小公主羊毛，东西放在这里面，我刚好像放错了。哎呀，他去那里了，他偷走我们的东西。好，那既然他已经把它拿走了，我们晚点再过去好了。旁边，他的床呢？他的床不见了是不是？我可以去接受他的资源吗？换一把武器。有了，我们有武器了，太好了。接下来嘞，接下来去隔壁岛看看好了，他应该还没有要过来吼，感觉没有要过来。我们等右边去拿绿宝石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拿钻石，因为现在不急。如果隔壁不见的话，我们就有两边的资源。小公主阿神是不是？哎呦，怎么一下就没了？对啦，小公主阿神啦，我们要盖我们的公主大道。第一公主大道有没有？要盖得满满的，赞哦！还要过来吗？最好不要过来哦！我拿的是铁剑，我跟你讲，公主大道就是要盖两层，好不好？因为公主走路会脚滑，我们先盖好一层再说。哎咻哎咻哎咻，够够追啦！不能再盖歪了。哎咻哎咻，到了没啊？好像快到了哦！到了，就不要，这边人还在，看一下哦。他还在他的家里，哎咻咻咻咻，超美丽！等一下会不会有人赏我一颗火球，然后我就去了？不要这样，好远哦，不够了，不够了，我先去拿他的资源，再多换一些好了。哎，他真的不在家哎，谢谢。然后我们换一个羊毛，之后换个防具。哎，其实这样子还蛮强的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已经有装备了。我也没有在混欸，我是很认真的在玩 Bad Words 好不好？有了，我们的公主大道完成，超漂亮，超漂亮。我们是沙漠里面的公主，我们是微微。哎呀，之后可以过去了吗？我想过去了，那我就过去了。不行，他还在那个地方，继续盖我们的大楼。这边还有公主可以休息的地方，挺不错的。哎，想，没东西了，没东西了。还在过去拿吗？还是我们要先做一个基本的防御，先做一个小小基本的防御好了。要是公主就这样子去了，也是挺麻烦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盖一个基本的小防御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告诉你啦，赞哇，盖歪不赞，先把这个挖掉。一下。这样才有公主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是公主蛋糕，我还需要更多更多的公主羊毛，超粉红，我的粉红堡垒，漂亮漂亮。他好像不在家嘞，我们过去吧。哎呀，要把它盖得高，红色的床爆了，现在剩下三对的样子哦。他不在耶，我们终于可以去拿钻石了，好喂，等了一辈子，公主的钻石，哇！
哦，我的武器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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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这里，哼哼哼，想对小公主干嘛？你想对小公主干嘛？走开！这是我家，我的堡垒，不要对小公主非礼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想对小公主干嘛？会怕吼，会怕吼，会怕就好，走开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先升级熔炉，有熔炉好办事。不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先去拿对面的资源好了，对面应该满满满。哎呦，超漂亮！铁巨人骑士是不是？哎，感觉不错哎。好，我们来盖个铁巨人骑士。哎呦，不够啊，不够做铁巨人骑士。先回家，先回家。我可不想我的城堡被攻陷。哎呦，嘿，我看看啊。这样子够可以换一个铁巨人吗？好像不够哎，对不对？不够，不够换铁巨人。那我换几颗金苹果好了。杜鱼，杜鱼宠物，换几个杜鱼宠物在这里。哦，你看，这是符合小公主品味的宠物，够赞哎。好了，以防杜鱼离开家里，杜鱼不，回来呀。我们的宠物逃脱了，这是谁？这是我家的杜鱼吗？你在下面干嘛？你可以回来了吗？我家的杜鱼在跑来跑去。OK OK， 先吃一个金苹果好了，因为何不呢？对不对？嘿嘿嘿，现在这样三队耶，我们活下来了。破我的城堡！不要过来 ！No！ 不要过来！救救你！不要过来！他拿钻剑哎，这是我的城堡！不要！走开啦！我们现在召唤不出铁巨人骑士。没事没事，我们的杜鱼，嘿，有一只粉红色的，它走了，就过去偷偷看一下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有没有钻石？赏我几颗好不好？一秒钟，它在家里，不要过来哦，不要过来哦！你看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？救命啊！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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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颗。有，我们有一颗钻石，有一颗钻石可以做什么？让我想想，一颗钻石的话，我们可以升级熔炉吗？不行，我们可以升级防具。为什么老兄我打不到你啊？我干掉他了！城堡万岁！我们干掉一个拿钻剑的，不要想攻陷我的城堡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我们要继续加高，继续加高我们的堡垒。来来来来来，资源在这里面对不对？加高堡垒，加高堡。我以为我可以很帅气的
我刚刚想说，嗯，那个角度不错哦。失算失算，我还要再一颗钻石。失算。两颗两颗两颗赞哦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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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还活着，这是最令人庆幸的事情了。哟，升级熔炉，赞哦。哇，这 BGM 好励志哦。我们需要一把武器。等一下，他会不会知道我现在没有武器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快点，快点到这个地方，快到这个地方去拿我们的武器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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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有有有有，武器一把，谢谢。然后金苹果，金苹果。OK， 赞。他现在还在家里，好像要往我这边来喽。杜鱼还在上面晃，杜鱼下来，杜鱼下来了。不要过来哦，那是 TNT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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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妙不妙。哦，把路炸毁了。这什么东西在玩什么？哎呦，他炸了两颗！哦哦哦哦哦，哦哦哦！老兄，你做什么啊？好，我们暂时不要理他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铁巨人，铁巨人，铁巨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出来啊？快点，快点！150个，没有那么多啦，150个。熔炉还要再升一级，我们才可以资产绿宝石哎。什么至少还要再一些熔炉。好，那我们再换一些。再换一些电过去好了，呼，应该没事吧？现在没事，炸毁了我们的桥，我们再电过去就好。一、二、退。怕他会冲过啊，还在吸那个。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，不急不急不急，我们趁中间的空档。什么？他是白马王子才不是呢！哎、欸，他是白色哎、欸，搞不好真的是白马王子。天下另外一堆是绿色，绿色在做什么啊？救救我们好吗？快结束这个僵局啊！你想一想，够了没？够了没？150个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噔噔噔噔，他回家了，他回家了，就是趁这个时候的空档。6开不到，7、8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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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颗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冰酸呢、啊？不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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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！不要下去不要下去不要下去！哎、欸，他死掉了！哎呀，城堡！在 ，OK。再给我几颗，再给我几颗。是不是不弄我啊？他不弄我嘞。OK OK OK， 我们要再做第二个铁巨人骑士来保护我们。我们现在可以干嘛？五颗可以，只差一颗，只差一颗就可以资产绿宝石了。撑到那个时候，可以吗？下去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就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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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我一大跳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只要一颗，只要一颗，有两颗，赞哦！哎呀，偷到了，偷到了，偷到了！然后。
自产绿宝石，终于到自产绿宝石的阶段了，然后有绿宝石了。杜宇加油！盗贼公主，当公主很辛苦的啊，苟延残喘的活下去啊！撤撤！敌人进攻，敌人进攻中。好，他只是炸毁我的路而已，好险！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可以换12个黄金。小公主要自强啊！绿队掉下去，一下，我现在很紧张，好吗，各位？我现在心中不知道为什么燃起了一股好像可以赢的感觉，还是我想太多了？有了，双骑士，钻戒也有了。小公主出征，哦，水流攻击，为了子民，为了父王。有人提醒我，隔壁的资源已经好了，我现在不敢离开家里了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子民，来吧，杜宇。小公主当自强，没错。下一个要8个，
三个五个。OK, go, 回去一趟。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防御哦。小王子，小王子死了！小王子死了、欸！什么？剩下我跟邻国的绿王子，这样我也有钻装全套了，然后还有钻剑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岛。在1分45秒，床就爆炸了，绿王子在那个地方，剩下的一个绿宝石。我们要来买隐形药水。换一些金苹果。小公主战法。我刚好像瞄到她在那个地方哦。错觉吗？啊，她在那里，看到了。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增加自己的战力呢？16颗，太多了。想要再多一点绿宝石，有，再一个药水。40秒，床消失。我现在是隐形的状态，没有人看得到我。20秒，床消失。他人在哪里？他不知道时间到，床会自己消失欸。我不知道人在哪裡。最后决一死战了，好紧张哦！在8分钟就会出现龙了，也许我看到他在那里。Ender Pro, Ender Pro。刚在中岛附近哦。他以为我在家。
小公主胜利，好可爱哦！我来看这个小公主，我觉得这小公主应该也是宝宝。刚刚那一场小公主战绩真的是堪称一绝啊！对啊，他有宠物，他还把进出的入口挖掉，哈哈，超谨慎。不行，这个家伙太有趣了，我要观察他有小宠物。他有拿到钻石，我们看一下他的首要敌人是谁哦。哦，他没有敌人哎、欸，哇、哦，他这场不错哦，钻石区都是他的。现在小公主青队跟绿队，青队在哪里？我们看一下青队。青队现在正在进行他的更新，他慢慢的把他的家里改成黑曜石。我们看一下绿队现在人在哪里。好慢好慢。绿队现在他应该绿队现在应该在打游击，就跟我上次一样，厉害厉害。你们觉得谁会赢？是小公主？还是、哦、小公主出巡中，小公主出巡中，是小公主呢，还是谨慎的青队，又或是一无所有的绿队呢？哇，什么元素都有，什么元素都有了。这一场比赛精彩精彩，刺激刺激。我刚刚是不是看到？我刚刚看到绿队死了。绿队垮掉了，一无所有的男人，这下真的一无所有了。现在青队正在四处搜寻中，可以看到青队现在是钻石库一个，铁剑一个。小公主依旧一个人在家里，拿着一颗金苹果与她的子民还有她的护卫。两个人现在在这个地方，她持续仍然在盖着自己的城堡，仍然在盖着自己的城堡，不停的盖，不停的盖，她越盖越高，越盖越高。难道他想要直接这样子垫过去？哦，这样子可是会狭路相逢的。小公主三思啊！小公主三思啊！邻国的王子都在看着你了。这下邻国的王子觉得小公主太慢了，于是他自己垫过去。小公主是觉得不对劲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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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阿内姆丢，阿内姆丢。于是他一个一个慢慢的挖掉，慢慢挖掉是有何用啊？快回去防守啊，小公主！小公主摔了一跤，回到她的房间里面。她这次才惊觉事情不太对劲了。邻国的王子带着他的钻剑，带着他的铁剑，这样子下来了。发现家里面有他的子民，于是他往了二楼走，躲在这个地方，开始发生战斗了。三只子民不停的围殴。看样子小公主初步防御算是成功。咱们来看看小公主剩下十滴血。看样子真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啊！哦。又换了一把铁剑出来，小公主能够挡住第二波攻势吗？还是这一次青队大哥哥会想说拿个黑曜石布，拿个熔岩弹往城堡里面砸个几下？小公主一个人出巡了，这是小公主第一次走到这么远的地方。青队王子现在在白队家里晃来晃去，大家现在可以开始支持你们的队伍了。究竟是王子的胜利还是小公主的胜利呢？小公主注意你的后面，看样子王子已经锁定了小公主，唯一锁定你。小公主一个失足啊！小公主，这里有个洞啊！哇哇，小公主掉了四滴血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王子还在镇楼上，他看见小公主的名字在那个地方。小公主没有发现背后还有敌人，他现在往家里走，还是走到安全的家里？家里感觉起来最舒服了。王子一个人在上面，静静的想：我到底该不该下去呢？到底该不该下去呢？嗯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人生就这么一次，不告白的话，什么时候才能够告白呢？小公主没有听到她子民挂掉的声音吗？哦，小公主嗑了一颗金苹果，发现事情不太对劲。糟了，这个角度，小公主撑着点，小公主的家爆了，只剩下六滴血，是否能够用稿子挽回一城呢？哇、哦，小公主暂时保下她的性命，不过她迟迟守护着的城堡已经没了，那个等待唯一一个生命注定的王子跟他一起睡的床也没了，怎么办？难道
这个青队王子真的是他的生命中的唯一，让我想到我的家乡，那一个在遥远遥远的天空上面的家乡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呢？阿铁这么想着。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走出这粉粉的这道墙呢？回到那天上，回到我的家人，回到我的爱人的身旁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阿青也来了，不过阿青完全没有意识到小公主不在家，看样子这次的拜访失败了。哦哦哦，现在两人打在一起，哦，阿青跌落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哇！天哪天哪天哪！究竟结果会如何呢？哇，小公主你好勇哦！是可以跳上去啊，可是你没床嘞，你不谨慎一点吗？刚刚的爆炸是怎么回事？哎根本就没有敌人齁。那我们看一下阿青现在人在，阿青准备发出第三波的攻势。Gindu,Gindu, check it, check it. 就在这个时候还远远眺望着小公主。想说不对，我忘记带贡品了。先回家一趟吧，先回家一趟吧。也许捡个路边的小野花绿宝石送给公主，可以得到她的芳心。为什么她一直不接受我呢？为什么呢？究竟为什么？我们的小公主把我们的护卫拉进来，我不要工作，我不要工作。她也注意到阿铁没有在做事了。很好很好。来看看我们家的阿青，阿青现在似乎是在换一些工程武器的样子哦。他貌似是在换工程武器，是一个爱养虫的公主。没有错没有错，好，果然带了一些工程武器，还带了一把钻剑，看样子这次阿青要来硬的了，来霸王硬上弓了吗？他对着空气互挥了几下，练习一下等一下的手感。一个人悄悄的走过去，呼，第一发，小青慢慢的走下去，第二发，第三发，看样子，这就是小青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哦。他吃了一颗金苹果，慢慢的往下走，慢慢的往下走。子明慢慢的过去，慢慢的往上爬。阿青打算从上面慢慢一只一只解决之后再下去吗？发现有点高，子明爬得非常非常辛苦。哦，戳一下戳一下，哦，一个子明挂了。我们可以看到阿青现在一个人在楼上，二次滴血，金苹果的效果已经失效了。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，感觉小公主的优势会比较高上一些些。第三波攻势，我到底该怎么办才能够成功的得到小公主的芳心呢？是从这里来呢，还是从那里来呢？从左边还是从右边？也许慢慢走下去也是一个不错的 idea。到底该怎么办？哼，不小心摔伤了，吃了一颗金苹果，被我们的子明咬了一口，阿铁被轰了一下，无动于衷。哦哦哦哦哦，这连击，这连击！阿青剩下十二滴血，小公主追击中，小公主追击中，哇！第三波防御攻势挡下来了，得不到他的人，得不到小公主的芳心啊！小公主开始修缮她的家园，阿铁这辈子没有办法见到她的家人，再也见不到她的爱人了，但是小公主会永远记得。在这么多人面前，大家都会永远记得他那英勇的站姿，每个人都会记得心里有那么一个阿铁。现在在三分钟
在三分钟绿宝石生成的速度会变得非常非常快。咱们小青正在收集他的资源。小公主的城堡无坚不摧，无坚不摧啊！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现在子民的数量说真的有点少，剩下一只，还有另外一只卡在后面，另外一只好像也想加入他的样子。他发现不对，有两个子民在混。我躲在这里就不会有人发现了吧？外面在打仗，好恐怖哦！咱躲在这里，假装有做事好了。我想回去找爸爸妈妈。我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儿，不要这样。我躲在这里，我不想死啊！这样子，小公主的子民已经有人叛变了。经过第一次、第二次，小公主踏了出去，踏出了她的脚步，专门收集了一点钻石。也许这些钻石能够改变战局，也不一定。她这么想着。小青呢，一个人仍然在贪婪的收集了绿宝石。咱们小公主是一个节俭的公主，在这个地方，她有的就只有她自己。咱们看看小青现在在干嘛好了。她有准备了第四波攻势，要来了吗？要来了吗？刚刚的攻势结束过后，她想说，小公主家现在的守卫应该也没剩几只了吧？也许这一次我就可以获得小公主的芳心。踌躇不前，是一个踌躇不前的王子啊。咱们这一方的小公主仍然在家里等着他，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小公主，小公主，你人呢？小公主，你跑去哪了？小公主，为什么你消失了？小公主喝了隐形药水，这就是为什么。原来如此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喝了隐形药水呢？我不是很懂。小公主想着，也许有一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就不会有人再记得我了。也许我变成隐形了，我就可以慢慢的从小青王子的心中淡去，他就不会这么惦记着我。也许哪一天我从世界上消失了，我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他这么想着，想着想着，药水的时效就过了，于是他又喝了另外一罐。现在阿青现在看着家里不是很明白，阿青想说，我也来喝个隐形药水好了。糟了，两个隐形人透明人间的可以看到小青王子他要靠近了，这一次的速度似乎比较快上了一些些。这不是火球术，这次他不来暗的了，他要来明的。不，才刚讲完，他马上喝下了隐形药水，不是跳跃药水。他觉得也许这样子跳跃比较酷。小公主依旧在家里换东西吗？他丢了一只杜鱼进去，真的是很聪明哎，各种新的战术来了。小公主现在劣势，小公主现在劣势，小公主，小公主，小公主有两滴血，小公主有两滴血活了下来，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啊！距离床破案的时间剩下3分36秒，小青王子知道这样子不对，这样子不对，我剩下3分钟了，要是在这3分钟之内，
我攻不下去的话，我没有办法进到小公主的心里面的话，我这样子也没有退路了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使用了千方百计，都没有办法得到小公主的芳心，究竟该怎么办？还换了一把石剑，不，换了一把铁剑，父母的铁剑。死马当活马医，就这样子上吧。现在小公主依旧待在家里，这无坚不摧的城堡。看样子虽然很薄弱，但是小公主的心却是很坚强的。时间剩下一分半，最后的决斗，好紧张哦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的，阿青剩下一分钟了，阿青剩下40秒了。好，小公主换了一把弓箭，小公主当自强，城墙已经被攻破了，但是这攻不破小公主的心。一发弓箭直直的射进了阿青的身体里面，她知道这种痛叫做心痛。第二发。轰了下去，小公主被炸到了一下下，但是她不怕，因为城墙倒了还可以再盖，城墙倒了只要人还在，一切都没有问题。她做了一个射击口，瞄准着对方的阿青。现在双方你来我往，阿青现在貌似在准备一些东西，她不小心误射出去了一发箭矢，从她的脸旁这样子滑了过去。小公主不停的使用她的弓箭进行掩护。掩护着他的心，掩护着他的自尊，掩护着他的荣耀。双方的床都已经爆炸了，双方的床都已经垮了。最后是最后的决斗，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出征，他似乎踏不出他的家门。在8分钟，龙就要诞生了。难道他们是要让龙来决定这一切吗？难道他们要把命运交给一个陌生人吗？不，对方甚至连人都不是。交给一个陌生龙吗？这准。双方又更接近了一点点。一发弓箭的过去。我也好想快点看结局，这好像8点档，你知道吗？演到最后最精彩的时候，都会这样子突然变很慢。看样子阿青学长已经准备好了，他慢慢的往上走，慢慢的往上走。来了 ，BGM 也来了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来了，火球术，踌躇不前的王子，到底该怎么办？他拿出了弓箭，哦，每一发弓箭射到火球，一绝，小公主现在的血量，24滴血，满满的，王子与公主两人不停的。互相来回，互相攻击着，是火球。小公主用她矫健的身手躲了过去。究竟结局会是什么呢？弓箭不停的射了出去。哇！小青王子，一个失足啊，小青。哇！公主赢了。今天太精彩了，今天2场很精彩的全部都是公主 play， 超精彩的。 Alright， 今天的直播差不多该到这，希望妈们会喜欢今天的直播，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点一个大大的喜欢，就是现在点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你喜欢看今天的直播。谢谢各位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。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